贝姐姐，你可别让我走丢了。他们为什么老看我们呀？先戴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咱们的面具呀、最好看，所以他们都看咱们。咱们的面具呀、最独特了，那是因为你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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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，漂亮，你漂亮。飞姐姐，飞姐姐，哎，怎么样？杨家这个太好了。飞姐姐，飞姐姐，你跑到哪儿去了嘛？这么多人，我一个人，吓死我了。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在找人？我是在找昆仑奴。昆仑奴？公子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是昆仑奴，昆仑奴仅仅是一张面具，面具后面的人脸通常是不同的。你头上不是也戴着一个面具吗？